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不行了吗？啊！哦呦，原来这个地方是斗羊、斗鸡、斗狗大赛，看看来了一圈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斗羊比赛呢已经结束了，但是这会儿呢依然场面非常火爆的就是这个斗狗比赛啊，还有这个斗鸡比赛，斗鸡比赛一会儿开始了。前天斗的啊，时间错啊。哦，他刚刚说他这个头羊啊，他头羊的父亲呢就是这个打了3年的比赛都是冠军，那会儿可是扛把子，这会儿呢就传到他了。我们这会儿呢到了这个摸鱼现场，现在大家已经围观开始了。这个围观啊，好像是都是一个习惯，我发现是吧？你看啊，这里边呢水不深，而且呢你现在就能看到这个鱼在哪游着呢。今天这个活动呢也就圆满结束了啊，大家呢也在收拾收拾然后就撤了。活动呢搞的内容比较丰富，而且呢游玩的人也比较多，再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，比如说咱们这个斗鸡斗羊啊，还有这个摸鱼那儿，哦呦，现场是非常热闹的。再一个我们在这个塔里木河两岸看着金秋湖羊真正的非常漂亮。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重阳节。好吧，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遇见西安的，继续支持西安胖子哥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都说你很神秘，穿过无边寻找你，都说你很美丽，玫瑰花香飘万里，姑娘的大眼睛迷醉了我和你，蝴蝶为你披上金色的嫁衣。